众所周知，游戏中上线了4排节活动，总共分为5大板块。目前已开启的活动有10月20号到31号的涂山之恋联名头像框，只需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上述4个任务，就可以直接获得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其次是10月27号开启的4排节称号，每天玩游戏收集欢乐豆，可以兑换一个4排节称号。值得一提是，当日最高上限1000欢乐豆，所以这个称号满打满算也需要5天才能拿到。其次是10月1号开启的活动，奖励是一把 UMP45 的涂山之恋皮肤，届时签到就能获取。接着是11月3号开启的上分福利，期间应该会有不掉分卡和双倍上分卡，这赛季冲战神的玩家就不要错过了。最后就是11月10号开启的联名称号海岛红线签，你们期待吗？